看了一下，至少有几百个款，这边还有很多很多，那后面也有。今天我就要在这几百个款里面去选，你们喜欢什么也可以告诉我。11月10号上午10点，童装双十一来啦！老婆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选衣服啊，他们家的款式实在是太多了。你看一下，三套毛绒外套，这一个我也喜欢，这一个我也喜欢，好纠结啊！这里这么多，就连这一个都好可爱。11月10号上午10点，记得锁定我的直播间哦，价格真的太低了。嗓子哑了，在化着妆，婆婆心疼我，给我准备了雾化，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说话说得清楚。今晚7点直播哈、天气冷了，要给你家孩子买件羽绒服吗？这一次我谈到了棉服都不要的价格，要喜欢苏摩比大品牌，像现在这些羽绒服，这一些款式，羽绒服啊，你没有听错啊。这是羽绒服，不过吧，通通只要几十块钱。你们是喜欢羽绒服多一点，还是棉服多一点？款式真的太多了，好纠结啊！赶紧告诉我吧。老婆，史努比的衣服很贵的。我知道啊，他们平时都卖大几百，但这一次我打下来了，这一些通通都只要。几十块钱啊！我的天哪！平时你家小孩穿衣服是不是特别害怕弄脏？还有就是说要穿很多才穿得暖。这一次我们全部弄了一些什么加厚的，还有三防面料的。像这一些款式，三防面料的，弄脏了，冲擦一擦它就干净了。还有一些这些款式的羽绒服，全部是加厚的。加厚呢，你家小孩可能穿里面穿个打底，再穿一件就暖了。还有像这一种款式，也是单防的面料，里面是一件羽绒服，外面是一个棉服，这个两件的。还有这一些款是小孩子比较喜欢，像妈妈喜欢外面素面，小孩子喜欢里面花的，它这个是双面穿的。还有这一个特别的酷。所以11月10号上午10点，一定要记得锁定我的直播间哦。你们应该都知道，我们是广西的，我一直想跟我老公多生几个。今天选完童装之后，就更想了，真的是太好看了。Thank you.
马甲喜欢吗？有棉的，有羽绒的，还有裤子喜欢吗？有羽绒裤，还有普通的不加绒的卫裤、加绒的卫裤，以及加绒不加绒的牛仔裤，还有一些就是说打底衫，通通都给你们准备了，薄的、厚的都有，而且还有一些什么保暖套啊、宝宝的内裤啊，以及这里还有一些宝宝穿的一些卫衣啊，款式真的很多，连针织的毛衣通通都有，真的是太多太多了。11月10号上午10点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这里有必要生气吗？这螃蟹什么时候吃不一样啊？马上就12月份了，你越不买，它越便宜越划算。你非要现在买这么多，我说你几句有错吗？就是，碧琪，你当初就应该先跟别人结个婚，再生个娃，然后再嫁给我弟。现在还要我弟出钱又出力，还真是不懂事。姐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啊？这跟人一样吗？这怎么不一样啊？买一送一不更划算吗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我弟确实也有道理。弟媳，你不应该生气。就是。弟媳，我估摸着今年过年肯定什么都要涨价，要不咱们现在提前过个年吧。心意。弟媳，咱以后遇到事情别只知道生气，吃亏不说，还显得咱小家子气了。咱女人是水做的，咱得学会顺势而为，知道吗？哎呦我的妈！